今年真的绿色，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件，因为真的太多款式了，颜色都很漂亮，是绿色，然后像是粉色的，它其实这个粉啊，就有点粉橘色的感觉，然后它一样可以穿到 L 号，因为它后面整个上面地方全部都是做相片的弹线做好，你看到吗？是整圈哦。所以呢，这种我觉得面料好处是它穿起来呢是可以让你 L 号的人穿起来也舒适，就是也不会让你很挤肉或是太紧身的感觉。然后像 S 号的人穿它也可以，因为它连前面这个地方啊还蛮特别的，它这边是可以让你绑，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地方有没有比较瘦的人，你可以把它绑紧，它就整个会完全不会往下掉。而且它是这样微散裙诶，也是雪纺的，然后完全不会透，它的质感啊都是用比较好的面料，所以不太会容易就是会透透的感觉。有一些比较薄的雪纺面料会太透，但这件完全不会。这质感好的哦，各位，质感好的哦。那这边是做一个松紧的，所以手臂的地方也不用担心会不会太小，完全不会哦，它是整个弹性的，然后做了一点点小小的这种小花边的感觉，就是让你穿上去呢，手臂看起来瘦，然后又不会很绷很紧的那种设计感，然后。这边是做一个纽扣，这纽扣是造型，所以呢你不用担心会走光。那一样是做高腰的腰身感，然后是顺下来垂坠下来很美，就是一个洋装，你可以搭凉鞋，你也可以搭个小白鞋出门很方便。那一定有人问说，这可不可以这样子往上穿？其实它也可以往上穿，往上穿我觉得也可以。只是如果你今天不想要露肩，你不要往上穿，往上穿就是比较气质的感觉。对。它的胸前地方是完全不会走光的，因为这边都可以绑它，所以不用担心。然后这边也是做这样松紧的，好不好？手袖都可以塞到 L 号。好，那里面的话一样穿个安全裤，或是你想要单穿比较 over 的女孩子可以直接穿也没有关系，风吹就大概走光一下下这样。哦、over 还是 open？有 over open 差不多啊，好不好？都是 O。还是要穿个安全裤啦，还是要穿个安全裤。但是有客人就是不爱穿裤子，戴个安全裤。没错没错，对对对。好啊，就看你们自己喜欢喽。这个是粉色的，那换另外一个绿色。就正常短阳的长度了、啊，正常短阳的长度了、啊，就会比较成熟一点点的味道。对，那我觉得你们穿起来呢，不会这种，就是不会感觉很短。好，这个可以挑。好、哦，所以你不用怕，这个也可以绑，你要绑多紧就绑多紧。这件洋装真的算蛮厉害的，因为它可以一字又可以正常穿。如果你今天要穿外套，想说这样子的话很难搭，我觉得它可以往上拉。可以啊。没有，这样子也好看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来洋装，洋装。然后这个编号是一零哈，一零编号一零哈，绿色跟粉色两个色哈，它有点粉橘色啦，对，有点橘，有点粉，有点橘，有点粉，粉橘色。就是、这个色系很漂亮，对，好不好？